今儿礼拜一，这吐吐酸辣粉啊，使劲吐。自己做又好吃。闲来无事做了个酸辣粉是真开胃呀、啊！你想学吗？想学的话跟着我一起做吧。我们提前先把粉条给泡上，碗里放小米辣、蒜末、辣椒面，锅里烧热油淋在辣椒面跟蒜末上，加一勺生抽，一勺老陈醋，调味用咸盐鸡精和白糖。泡好的粉条开水下锅煮上3分钟，捞出来放在料碗里，再来上2勺煮粉条的热汤。最后我们放入香菜、小葱、花生碎、黄金豆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是浪浪连吃带做的第19个视频了。如果你喜欢，请您双击收藏点个赞，想要做的时候好找，感谢您了。今儿礼拜六，我尝尝韩式的炸酱面，驱黑呀、啊。椒黏，稀了，贼下饭。流汤啊！有一个姑娘呀，私信我说，如果出一个韩式炸酱面的教程，她就以身相许。为了帮助她，今天就把祖传秘方分享给大家：1块钱的五花肉改刀切丁，洋葱、胡萝卜、豆角、土豆、黄瓜切丁，锅里倒油，放入肉丁炒香，炒出油质，再放入各种蔬菜的小丁丁，大火翻炒后倒入一大碗的韩式春酱，炒香后倒入半壶的清水，调味用咸盐鸡精和白糖，再勾入小半碗的水淀粉，快速搅拌到黏糊即可。锅里倒入清水，加一勺盐，水开后放入面条，面条煮好后用清水投一下凉，把酱料倒入面条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。有条件的再放一个溏心蛋。这是浪浪连吃带做的第13个视频了。如果你喜欢，请您双击收藏点个赞，感谢您了。